OK， 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问路人。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录 Vlog。那我们这次要讲的主题是，叫什么去了？自我提升，然后带给我们的转变。自我提升带给我们的转变。那由于是在前几天，我们之间有一点算是小争执嘛，算争执吗？小争执，你说在石泉公园吗？对对对，石泉公园。哦，那也不算争执，那个就是有那个小摩擦，莫名，嘿，对对 对, 对，我们刚刚有一点就是小摩擦，没有对对，在当下，其实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在当下，嗯，就是有一点以前的老问题跑出来了。那刚好给我们感觉是，如果是以前的我们的话，可能会更严重，就这件事情不会就只有这样而已，不会那么快，不会那么快不会那么快解决啦。那还好，就是真的是这几年来我们。有自我提升，然后也学习了比较多正确的心态。那都让你讲，当天发生什么事好了。就也哎呀，如果是以前的话，就没有那么快收尾啦。啊，就是有差别啦。哎，经过自我提升以后，然后就会比较面对情绪嘛。哎，所以就会有跟以前不一样的那种感觉，差很多啦。对啊，我们石泉公园那天的话，是因为。我本身就是学业上面遇到一些问题，遇到一些状况，遇到一些状况，对。然后那天我就是，其实我整个人就是负能量啊，心情没有很好啊，就只差头上没有一朵云在那边下雨而已。然后反正就是，然后他一阳就约我去，阿亮就约我去，这样可以剪掉吗？然后阿亮就约我去那个看电影。哎，然后我们看完电影以后，看完电影，那我们看了一部很棒的电影，对，叫做《神力女超人的秘密》。哦，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很烂，对，名字取得蛮鸟，但是是一部在讲开放式关系跟爱是什么，跟什么叫做正常的电影。在这里帮他打个广告，希望他可以付钱给我们，谢谢。你想太多。然后我们看那一部电影，然后那部电影很好，哎，然后之后我们看完那部电影，我们就去选择要去吃，我们要去吃东西。啊，那我们就吃东西，然后买完东西，那边没有地方可以坐，所以我们就去石泉公园。对，然后我们就一开始很正常，在逛，逛怎么样？可是我没有在当下，因为我还在想说，看我的成绩怎么这样啊，我们七七八八怎样？哎，对。然后我在聊我的事情，聊得很开心，就是我讲很开心，但其实他没有心在听，所以就变成说有点。真正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可以自己讲话就讲得很开心的人，所以当下他我也没有太在意他有没有在听这件事情，就是我自己讲得很爽，就是但是这是我的缺点，因为我没有去同理他，我没有去那叫什么观察他的情绪。就像我们在跟妹子约会的时候，你当然先自我娱乐嘛，你自己很爽，可是你必须去看妹子的反应，然后做出微调。如果你做这个你自己爽，但他不爽，那你就要想办法去改嘛，就让他也能爽。那当下我就是没有在意到他，其实没有很在当下这件事情，就是顾着自己爽，这是我做不好的地方。啊，我的不好的地方是，就是其实一直卡在那边也没有用啦，一直去 return 说哦怎么办，怎么办，那个其实也没有用啦。对啦，啊，我是觉得说啊，既然你今天选择要看电影，然后现在要跟阿亮，然后在公园走，那你应该就要在那个当下。对，危机感是要有，可是不能一直就是一直卡在那边，一直卡在那边说啊，干，我就干，若被退学怎么办？怎样？然后一直在那边想，啊，没有在那个当下，那我干脆回家，然后自己在那边一直 return， 干脆了，对啊。然后之后我们就走到有单杆的地方，单杆，嗯，然后一样就。也是很开心，他很开心，对。然后反正他就是要去翻那个什么，就拿单杠，然后就是说要翻那个前空翻，不是空翻啦，就是就往前翻，抓着杠，然后往前翻一圈这样。哎，对对对，然后他就一直叫我试，而且我也没心去试，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会有种那种恐惧，就是对于恐惧脑袋悬空的那种恐惧。但是我算是在前阵子克服了这个恐惧。那我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就有种求好心切的感觉啦。啊，我是为你好。对，就是有种啊、哦，我是为你好，你赶快试试看。
但是我没有想到其实就是已经变得有点强迫他的那种感觉，我自己没有注意到，这就是我刚刚说的，我你看我没有太在意他的感受嘛，所以没有，我没有去微调，我就一直你就试试看啊，就试试看啊，我都可以，为什么你不行那种感觉，然后就会让他有压力。对对啊，我有压力，然后而且我当下的状态又不是很好，那我就会突然有一种想要迎合他的感觉啊，不然我试试看，好，我试试看，好，我要面对，要面对，要面对，面对你个头，面对。可他其实就会怕，对啊，会怕。可他当下状况不好，可是我当下都状况不好。啊，我虽然是要面对，可是又没有那个心，又没有那个心要去，那就变成说啊，我迎合你，然后就变成他如果就算真的做了，也不是因为他想去克服，而是因为为了就算对我真的。就算我真的翻了，我真的有成功哦，翻了，然后一样就你看你是不是也做得到？对啊，然后我可能也得不到什么成就感之类，或者说哦，我有克服的感觉，我还在那个状态，我没有在当下，就好像做梦一样，我只是梦到这样可以翻一圈而已的那种感觉而已，就完全没有在那个当下。然后之后我们离开当干，然后他又说他明天要去捐血，哎。然后说要捐血，然后也问我说要不要去捐，拿近一点，问我要说要不要去捐。然后因为我自上我第一次捐血的那个经验就不是很好，对对对，因为我捐完然后就有点不舒服，然后所以一阳又求好心切，就是我觉得你可以试啦，对啦，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去试啦。但我要去捐血，你还可以要不要捐看？捐、你只捐过一次，所以你这捐不一样啊。就其实因为我一半也是因为我知道他状况现在不好，所以我自己状况不好，我会想办法去做一些事，去行动，去面对我的舒适圈。但是其实我自己会分成两个 part， 一个 part 是你还在悲伤、还在难过、还沉浸在情绪里面的时候，其实你是不该做这么多事的，你是应该去好好的面对你的情绪，然后去看你知道抒发它啊，还是要大哭一场啊，这是抒发嘛，或是你就好好的感受它，等它过就好。然后后来你有可能会经历到一段就是比较。生无可恋，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做，然后你就只想摆烂，然后你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。如果你是在这个阶段，你就真的该去尝试一些你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或者是接受一些外在刺激，让你可以回复那个动力。那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有点误判他的状态，我就想说啊，现在状况不好，那我赶快 push 他，赶快让他去做一些事，让他可以回复到以前那个阿汉，就是充满动力那个阿汉。可是我没有。照顾好他的情绪，他其实那个时候还在前面的状态，我还在那个第一时间，对，然后我还在吃到四十的那个第一个时间，然后情绪也才刚来，然后还在那个情绪里面，而且我根本没有心要去，就是他可能讲三句话，可能听一句而已吧，对不对？就没有那个心啊，应该说听进去的，我听到有三句，听进去的有两句，然后真的知道了有一句，大概是这样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啊，所以到最后我变成说，其实我那时候很赶着回家，然后他又在那边讲，哦，我看他讲的很开心，他又不好意思打断我，然后我不好意思打断他，啊，其实那时候已经一点了，然后我现在住的也比较远，对，啊，我要赶着回家，就像我现在，我也想要赶着回家，可是我就想说，哦，没关系，我还是要做我该做的，就是再把它拍一拍。不然都没有在做。妈的，从寒假开始就说要拍，拍到现在都快寒假过一半了。所以我们至少要提供一部影片吧。对啊，然后之后我们一回家，我骑车的那一段路上，我就开始在思考我刚刚是怎么回事？刚跟阿亮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那种因为我当下我不会这么明辨说哦，因为是怎样怎样，然后怎样怎样，不会就。奇怪，怎么有一种感觉不对劲？只会有这样而已。然后，如果说是以前的话，我可能就骑车回家，哦，不对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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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头绪，没有什么头绪，然后就这样过去了。对，然后现在自从自我提升以后，我回骑车回家，我就开始在想说，我刚到底是怎么样，然后去循着那个感觉去走，然后去找到，哦，原来我还在那个情绪里面，完全没有在当下，完全。没有在替他讲，没有心要做那些事情，对啊，这明明就是面对恐惧啊，为什么我就一直做不下去？哦，靠腰啊，我就没有在当下，我是去面对什么？对啊，然后易阳他也是阿亮，就像我就是我们说的嘛，先炸再微调，那你先行动再自省。那其实当下我没有感觉到太多，就是我知道不对劲。
但是我也还没有办法分析说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一样，我也是在骑车回家的路上，我觉得刚的互动怪怪的，就是哪里真的很怪，可是我想不出来。可是我越骑回家，那个冷风这样吹吹吹，然后一路上一个人在那边想，会就越来越发现哦，其实刚刚很多地方是我不太尊重他，然后是我太求好心切，我太有那种哦我是为你好的感觉，这就是那种人家说的情绪勒索。那我确实出发点是为他好，但我不能不为他着想，因为不然的话，你的为他好就变成其实只为自己好，你只为了自己爽，然后你希望改变他，然后你没有在意他的意志，他自己怎么想，那就是一个不尊重、不平等的一个纵向关系，就变由上对下指导那种感觉。那我们不能，我们在跟人相处，因为除非你真的是老板对员工或什么了，那我没话说。啊对啊，那个有一个阶级、啊。对啊，但我们是朋友啊，然后就像你在对妹子、你们情人之间一样，你要谈关系，你用这种方法不会快乐啊。嗯。那我要为你好，我要为你好，我要为你好。对啊，就其实就算你是父母对孩子啦，也不应该用这种上对下的方法。讲到这个，我就很推荐最近一部电影叫《血观音》，已经下档了。但真的是他在这里面这个哇西维利赫，我是为你好，非常非常精辟，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。我还没看，哦、你还没看，赶快去看。对啊，而且如果应该说以前我们还没自我提升的时候，我可以跟你讲，连说不定连那种不对劲的感觉都没有，哎、欸，刚刚很正常啊，说不定连那种察觉力都没有到那么高，也不会讲开，我们也不会把这句话这件事讲开，然后就是这样带过去啊。其实那个点就卡在那边了，就一直卡在那边。对，然后隔天可能就没事了，但是其实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对啊，就一直卡在那边。但是我们一回家，我一回家马上赖给他，哎，我其实刚刚都没在不在当下，就他也刚好传给我过来说，哦，我觉得我刚刚太那个太没有顾你的感受，然后就刚刚好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有那个察觉到，那、啊、我们就开始去处理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怎样怎样，我开始讲，一直讲我的感受，一直讲我的感受，一直讲我的感受，然后一直讲，然后他就是听，然后把我的感受讲完，我至少有一部分，就至少我开始有在那个疏解了，我把我的感受整理出来，然后打出来，哎、欸，对，我因为什么，所以我有点压力，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，如果我真的被退学，我真的对不起做专题的那些人，还有我现在班上的同学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培养了一个学期，对啊，然后也是就是最近交女朋友嘛，然后女朋友也是也不是会让你安逸的那一种，对，是会不许前进的那一种。哇，女朋友很呛，超呛。对啊，哦，女朋友很呛，这个就是下一个故事，下次再讲，下次再讲，long story。对啊，然后就真的是很庆幸我们现在两个都有自我提升。然后内在也有成长，然后你是观念有比较更新，我们才变成现在这种关系。对啊，还有那个可以刺激你的旁人。对，而且我们就是互相刺激、互相鼓励、互相成长。以前我们不是这样，以前我们就是互相伤害，然后就是其实比较多是我在伤害他啦，因为我以前一直就是放不过，你知道，先抢我心上人，然后我在抢他女朋友，所以其实我们以前是，其实就是一个仇恨一直在那边用，仇恨的循环啊，完全没什么意义。然后表面上还要维持是一副朋友的样子，然后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的争夺，就是偶尔我操纵你，偶尔你就要反过来搞我，就有点像这样啊。哎，对啊，那其实到自我提升后以后，对不对？我发觉我遇到我这样的，我先讲我女朋友真的很讲话真的很辣，13分钟了，先这样，剩两分钟，先这样，就是她很辣。可是我以前的话，我会想说，哇，怎么讲话这样啊？对吧、啊？我现在反正很感谢他，虽然那个字很痛苦，可是我觉得痛苦是正常的、啊，对啊，就是成长一定伴随着痛苦，痛就是一直痛苦，一直累积。所以我看到他打那些，我反正感恩的心，我反正谢谢他哦，他可以打那么多给我，虽然看得很痛，但是那个痛是值得的，那个痛真的值得。上次有人问我啊，成长一定得伴随着痛苦吗？就不能开开心心的成长吗？不行，抱歉，不行，不可能，成长必定伴随着痛苦。光我们到现在目前这个阶段，我们就已经不知道多痛，不知道多少。然后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继续废啊，我们可以继续在舒适圈废 啊, 啊，然后就是对啊，就耍废 啊。我也可以看到他那些不用想说哦，你在讲什么、啊，然后我都不要看了、啊，然后就换一个女朋友啊之类的、啊。他也问我说啊，我要不要收回讯息？还是你有什么要反驳？我也可以像以前一样，你把我收，你给我收回，我不想你给我收回，我 不, 想看，我不想看，你在讲什么屁话？对啊，我说不用，不用。那种东西，你这种如此动之以情的文字是难能可贵的，你就留着。我
恨不得我把它截图或是手写一次，然后贴在我家的墙壁上面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的 vlog 第一集。好啊，就这样啊，我们第一次嘛。对啊，不知道有没有架构，应该有算出来了，应该还算有重点了。你看我还买麦克风。好好好，那这是对，这是我们的 vlog 第一集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好好，我们是问路人，我是阿亮，我是阿翰，拜拜。对。